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介绍的疗剂叫做 Sabina officinalis， Sabina officinalis 英文叫 Sabine， 中文是原柏，原柏这个疗剂。好了，首先介绍呢，原柏呢有些很特别的种痛的，那种原柏的痛呢通常呢就会由底椎、sacrum 呢就去耻骨的，这个方向呢会由底椎、移动去耻骨。咁呢种嘅痛咧就有一种阵痛性啦，就亦都好似分娩嗰种嘅痛嘅。咁痛咧就会突然之间嚟得好急吓，增加，咁慢慢地消失嘅。咁呢种痛咧亦都系一种游走性嘅痛吓，好似白头翁咁 postural 咁游走性嘅痛。咁麻痹嘅感觉咧会走入骨同埋骨髓嗰种麻痹。咁那个底骨啦，即系个腰背脊下边嗰度啦，啊，嗰个系发炎啦，同埋咧系好严重嘅冤痛吓，个底骨嗰度。咁即系呢种痛咧，有时咧就会由底边吓 sacrum 咧就向前边飘壁嗰度移动嘅。咁仲有一种痛咧，就系嗰个脚筋嗰种痛吓，一种即系断断续续嘅脚筋痛。嗱，呢个就系 spina 嗰种痛吓，记住咧，那个症状咧系嗰种痛咧。阵痛啦，好似三十蚊一嗰种痛啦，嚟得急咧就去得慢啦，咁样样，咁同埋咧会向由嗰个后背嗰个底骨嗰度咧向嗰个嘅耻骨嗰个移动。好啦，咁另外一个处理嘅地方咧就系Sabina 咧，原柏咧有种倾向啲流血咁，好似轮咁样样啦，或者鼻哥流鼻血啦，咁仲有一样咧。就傾向咧係生油嘅，性器官嘅油啦，那個性病嘅油啦，同埋咧係肛門嗰啲油嘅。咁油咧好多時咧亦都會出血嘅，流血性嘅油。咁亦都係會嗰個有淋病啦，或者過去曾經有淋病咧係性油咁樣。咁有過去咧可能有嗰個陰道炎啦。同埋咧，係嗰個性器官嘅油啊，咁就生油咧，係一個嘅其中嘅傾向。嗰啲油咧，通常咧就比較係肥大啲嘅
broad 嘅，同埋咧嗰種油咧好多時候咧就好似有啲 thick wart 嗰啲咁啊，好似嗰個無花果啊嗰種嘅油，即係比較大粒肥肥嗰啲油。好啦，咁另外咧，佢嗰啲流血咧就好得意咧，係好鮮紅得嚟咧，亦都會帶有血塊嘅啊，咁嚟得好急速啊，流得好似湧出嚟咁樣嘅。咁經期嗰啲血咧流得特別多咧，會有腫脹啦、攰啦同埋頭痛嘅，咁喐動嘅會差。咁經期咧嚟得可能過早啦。即係太多啦，同埋咧可能咧係持續得好長嘅。咁呢種嘅經痛咧，加埋咧係嗰個流血過量嘅流血嘅。咁記住咧，喺呢個情況之下，你嘅痛又係咧由恥骨有陣時咧就去到後邊，唔係由嗰個底骨去恥骨，有時恥骨去到背嘅。咁背痛嗰陣時候咧，通常咧佢就想卧喺背脊嗰度啦，只腳咧就伸直佢咁樣。咁種痛咧係會有尖鋭同埋嗰種刺痛啦，有種下墜嘅痛啦，或者扯嘅痛。這個就是那個出血的時候了，那也是很應用在那些子宮內膜移位了，盆腔發炎的那種病，那個子宮就有一種脈動的感覺，有時候經期之間會流血，還有那個性興奮的，所以這個也是用一些流血性的那個纖維瘤流血得嚟咧，有時候帶埋白帶啦，或者嗰個子宮炎同埋臭惡嘅刺激嘅大量嗰啲分泌。好啦，仲有應用嘅地方咧，就係嗰個嚴重嘅妊娠嘅嘔吐好強烈嘅嘔吐咧，咁可能咧係導致咧係流產嚇，有時咧係傾向嘅流產咧，尤其是第三個月嗰陣時候嘅出現流產。出血啊咁樣，咁流產嗰個傾向咧，就會有啲血塊啦，同埋咧嗰啲黏膜走出嚟嘅，咁亦都會出現咧嗰個胎盤咧係不下或者生咗之後或者流產之後咧個胎盤咧就係滯留喺度咁樣，咁或者流產咗之後咧就流血都好犀利嘅或者生咗細蚊仔咧。嗰、那個分娩之後嗰啲流血個嚴重嗰啲產後嘅痛，好啦，亦都可以用喺一個更年期嗰啲流血嗰、那個潮熱啦，更年期嘅潮熱啦，係一種脈搏嘅脈動嘅感覺啦，咁好潮熱咧就同埋個脈動好強嘅嚇，咁潮熱嗰個症狀咧，會包括嗰個覺得咧係即係著嗰啲衣服咧係覺得唔舒服嘅，想除開啲衣服，同埋攞風扇吹下佢嘅咁需要咧係學用嗰啲凍嘅風，清新嘅凍風咁喺個潮熱嗰陣時候咧，個人咧就係好敏感嚇，唔想同人講嘢嘅。就係一行路嗰陣時候咧，佢都係自己默默地咧係唔想講嘢嘅。咁通常咧，呢啲人咧個通常咧係過去咧係曾經咧就係工作過勞咧，同埋有生好多細蚊仔嘅咁呢種嘅嗰、那個更年期咧，通常咧就係、是、伴有嗰、那個子宮好衰弱嘅子宮咁樣。好啦。咁仲有一個症狀係嗰個腹部㗎啦，有一種咁樣嘅隱嘅腹痛咁主要係嗰、那個腹膜嗰度呢可能有啲發炎嘅，咁隱嗰啲痛，咁亦都感覺呢好似個腹部呢係有啲活物喺度嘅，咁呢個同嗰個側白呢 Suya 都好相似嘅，咁子宮嘅毛病啦，加上呢消化不良同埋好多聲音，咁亦都好似感覺有啲喺度跳喺度踢咁樣嘅。咁流血性嘅個痔瘡呢尤其是呢係曾經係有一段時間嘅便秘同埋子宮嘅毛病，咁或者有血尿添。
好啦，咁、那个人咧就比较敏感吓、啊，有啲歇斯底里，亦有啲疑病嘅咁样，系好即系啊，冇乜兴趣，冇乜心机，唔中意同人讲嘢，亦都好怕声音吓、啊，怕啲声音嚟咧，尤其是啲音乐咧，佢觉得都唔舒服嘅。个人好怕热吓、啊，又好怕啲焗嘅房间啊，中意饮嗰啲果汁吓，嗰、啊、啲多汁嗰啲食物，酸嗰啲食物。啊，咁有陣時咧，覺得咧食物咧就好似覺得好苦嘅，啊，個人嘅問題咧傾向於左邊，啊，夜晚黑就差，同埋咧任何嘅啊接觸咧都係會差嘅。咁所以呢個療劑咧係十邊啊咧原判咧就係、啊、記住咧係好多婦科嗰啲問題啊，啊嗰、那個啊、那個經痛啊，啊或者嗰、那個啊嗰、那個更年期嗰啲流血啦、啊，啊咁同有咧就嗰、是、油啊，身體好多啲。出好多啲大大嗰啲油，啊呢、這個就係個 spina。咁最緊個痛就係、是、咧，就個痛好得意嘅，由背嚇 sacrum 咧去到 pubic 啊，由底骨去到恥骨，或者咧喺嗰個底骨嗰度啊痛。咁痛嗰陣時咧就中意瞓平啦，啊瞓喺背脊嗰度咧，只腳要啊伸直咁樣。啊呢、這個一個啊好好用嘅女性嘅療劑嚟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